多謝主席。首先我繼續補充上一節我發言關於總目24審計署的。因為實在很擔心審計署的人手是否足夠去完成綱領2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所述的，因為審計署的預算只是支出了9750萬。鑑於公眾問責的要求日增，在策劃衡工量值式的研究的時候，審計署已經指出在審計的數目和範圍之上是要取得一個平衡，越來越重要。基於資源並不可以隨意增減，而且有關的資源是需用於全年各項的工作開支之上，那實際上能不能夠做到審計署回覆的時候說的平衡呢？根據署方他自己的說法，他們一般會在一年之前根據可供使用的資源、項目的重要性、涉及的風險、進行審核的可行性和所帶來的裨益，策劃和準備他們的衡工量值式的審計工作。當發現有項目需要展開深入審查的時候，他們就會進行衡工量值式的審計，他們會研究受審核組織在履行職務時候所達到的節省程度、效率和效益，並且會在多重系統性的問題方面着眼。一般來說，每項審計需時約5至8個月，是視乎有關工作所涵蓋的範圍而定。那請問這樣需要的工作，現時的人手是否足夠去回應公眾的要求、公眾的期望呢？作為公共行政，最重要是講緊個期望管理，我就覺得審計署是沒有去因應過公眾對於審計署的期望。當然市民對審計署的期望越來越高，大家是明白的。即是如果沒有審計署，就揭不到那麼多盛事基金啊，即是慶祝難書啊，說下去。審計署表示會密切監察他們在資源上的要求，並在有需要的時候向當局申請增加資源。但是在2014至2015年度，審計署說加強對衡工量值式審計工作的支援，是開設一個新的審計師職位。而當比對公眾期望對比只是增加一個新的審計師的職位，是否足夠呢？即你知道現在問題的複雜性，就算你不增加個案、不增加取樣，可能都要增加人手去捐窿捐罅。你看到政府現在樣樣嘢都是隱隱瞞瞞，或者呢是政府自己都不知道，尾大不掉，外判了眯埋隻眼，就是靠審計署撥亂反正。看回一些數字，過去3年不少市民都會致函審計署，要求審計署是針對個別政府部門或者公共機構進行審計的。累計投訴宗數近100宗以上，即我不數曬出來了，我數一些大那些。食物環境衛生署160宗，路政署96宗，房屋署101宗，地政總署哇最多246宗，康樂及文化事務署116宗。而市民投訴量開始有上升趨勢的對比，雖然可能未過100宗，但是上升趨勢我們都要留意。屋宇署、民航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衛生署、發展局、機電工程署、環境保護署、消防署、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警務署、醫院管理局、廉政公署、勞工及福利局、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社會福利署、運輸署及房屋署。即是我要盡讀，因為是公平對於不同政府部門，我們在數字上見到有上升趨勢的，亦都趁機會希望他們去檢討研究。我
我們大家都明白，審計署未必能夠因應個別的投訴而展開所謂我們期望的那種叫衡工量值式的審查，不是說一單投訴都可以開一個衡工量值審查。但是當局在分析和歸納投訴所提供的資料和意見的時候，可不可以多些參考或者體諒、體會急市民所急、急市民所需，亦即是說當局在考慮多個因素，例如項目重要性、涉及的風險、進行審計可行性之外，應該是加上一個考慮因素，就是對社會、對市民所帶來的效益。當然我不可以否認審計署同事的努力，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非常關注審計署署長報告的審計項目，過去一年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第60號報告和第61號報告書中，委員會在18個審計項目中揀選了6個作公開聆訊，分別是道路安全措施的管理、學前教育學圈計劃、倡廉教育和爭取公眾支持縮貪倡廉、免地價或以象徵式價直接批地與私人體育會所、路旁環保斗的管理，以及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位。上述報告書亦都載有東涌道改善工程計劃和天馬發展工程等大型基建項目的審計結果，這些項目其實都是很引來市民的關注，因此我更加關注審計署的同事是否有能力繼續發揮所長，或者是從這個人力資源角度看，他們會不會的工作負荷真的非常之重呢？其實呢，現在就是不做事的部門就得閒死，做到事的部門就辛苦到死，但是我們雖然體諒他，但是亦都呢，我說的市民期望管理亦都是希望呢，是審計署能夠擴展他相關的關注範疇，為達至地區有效良治，剛才我說的北京宣言裡面提出的審計署應該加強人手安排，回應市民所需，以增加政府各部門的透明度。現時呢，根據立法會政府及審計署署長之間的協議呢，受衡工量值式審計的公營機構需符合以下任何一個條件： A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核； B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或者補助條件之一為同意接受審計署署長的衡工量值式的審計；及 C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而根據核數條例第122章第15條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審計署應該與時並進，因應現時社會所期望的所謂良治，定時重新檢視有關的協議，包括核數的條款、公帑的比例，我們都希望呢，是審計署是會去做的。最後，本人是欣賞審計署人員在安排公務籌作時候以節儉為原則，並參照有關指引、規則和規例安排公務籌作，以避免讓公眾感覺政府籌作過於奢華。根據現時的指引規定，屬公務籌作五現人均開支不應超過450，晚宴就是600，當中包括呢，是場合上享用一切的食物、飲品開支、服務費、小費。不過呢，在2011年至12年、2012至13和13至14年度，截至2014年的2月28日，審計署用於公務籌作的實際開支呢，分別為這三個年度的比較，大家聽一聽都很重要：1612811至12、1034012至13、24502013至14，有一個遞減的趨勢和很顯著的有關實際開支似乎呢是遞減，但是當局呢在2014和15年度預算開支呢，即是他去年是用了2450元，但是他預算開支呢都繼續呢是做返大做大了一條數，就是25000元。雖然這個數對一個政府部門來講是很少，是即是
我們這樣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看趨勢，為何會忽然暴升呢？這個我都希望審計署可以檢討一下。好，完成審計署這個總目24的申述，接著我會作是總目188副務署，亦都是今次在沒有修正案的14個總目之一。根據今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交立法會的財委會預算案書面回覆中透露，現時有8個由庫務署管理的法定或者指定用途的基金，在過去呢5年的回報率呢平均呢只是 1% 或者 2% 或者高於 3% 的咁多，是低於呢金管局的平均呢 3.5%， 當中僅得是優質教育基金的表現呢是較為突出，平均呢是有 4.9% 的回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交立法會的財委會預算案的書面解釋呢是這樣的，各部分基金因為規模較小或需維持高流動性，故只能以定期存款等回報較低的方式去投資。其實實際上呢就即是沒什麼基金管理可言了，就是擺在銀行。但是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其中我引述問題的5598，問題編號5598裏面呢是由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庫務署本年需要用740萬元管理各項基金，即是所謂呢檢討各項基金投資策略，其實呢是沒什麼意思的，即是你擺在銀行攞個一兩厘，使不使呢用這740萬的基金管理費呢？我們看回其他政府部門的情況，庫務署投資成績參差，但是同屬財經局的稅務局呢，我們覺得稅務局呢在追稅和罰款方面的回報呢就不足了。稅務局轄下的實地審核和調查科本年度呢預算開支是2億0100萬元，看起上來呢個數都很大，但是他們同期呢為庫房呢是評定了呢近25億元的漏税、欠税或者遲交税款罰款，並且呢是實際追回呢是20億，我們這個呢即是做得好呢你是要讚一讚他的。另一方面，早在2012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言人就表示，庫務署呢正積極籌備以該署名義以及其管理擁有人民幣資產的7個基金向呢證監係申請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資格，以進入呢內地投資人民幣存款同埋債券，而家呢都係未知個進度如何，屆時呢我哋相信呢立法會呢係要更加仔細去研究香港的基金呢係咪適合進入呢個內地市場。由於時間關係呢，咁我喺稍後呢先至會就其他冇修訂項目嘅總目呢係再陳詞。多謝主席。